我跟你说呀，他怎么又来电话？不接。喂，赵刚子，赵刚子，喂，喂。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我摁错键了。喂，花小黄，我没有挂你的电话。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下午3点钟给你抬这个梳妆台。我在外边呢。你不用开车接我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出趟差。我现在就在机场呢，我马上要登飞机了。不是，我飞机即将起飞。对，马上起飞了。我不能跟你说了，我挂了啊。好嘞好嘞好嘞，再见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的应变能力。我跟你们说呀，街坊邻居们，我都佩服我这个智商。林婶呀，现在才吃饭呢。我的妈啊，我刚回来。行，回那聊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，大美的吧？哎，咱说好了不往楼道放东西的哈，是有点过分了。大美姐，大美，没在家呀？呢？不会是进贼了吧？你进贼了，把东西往外抬，听见我进来了，你就进去了。我给赵刚子打个电话。喂，王小黄，怎么的？赵刚子。啊，大美家进人了。大美家进个人不是很正常吗？有什么呀？进的不是正常的人呐，进的是小偷。大美家进个小偷怎么了？不是很正常吗？赵刚子，你怎么能说这种处理态度呢？不是，你别管了，进小偷吧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别管了啊。赵刚子，我这可是见义勇为。那你想怎么着啊？哎，这样好不好？我呀，我就在这堵着，我不让他出来，然后我给物业打电话，让剩下的人都来。对了，我再找两个壮实的，大晴子，王小倩，对，我再找个更壮实的，大米粒。不行不行，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啊，王小黄，大米粒可不壮，你别看他胖，他是虚的，咱们小区其他人都是虚的，我最壮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找别人，就我来啊。好吧，你等着我来。我等你，我等你，我黄花菜都凉了。你不是在飞机上马上要起飞了吗？是，我刚才是起飞了，我现在已经落地了。3分钟就落地了？我飞的是短途。那得多短的途啊！哎呀，你就别去纠结公里数的事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王小华，你现在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，你听见没？啊，你现在有危险。你别吓我，你用这么一说我不知道咋办吗？哎呀，你在这来回转什么圈啊？你站住，你听我的，你现在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再往后退。哎呀，你靠在你门口管什么用啊？你怎么知道我靠在门口呢？那个我对你多了解呀。刚子哥，你平时这么关注我呢？那个，王小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你马上把你的门打开，然后你赶快回家，把门锁好，直奔床，明白吗？上床以后找一个大被子，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的，千万别出来，我回来叫你，你再出门，听见没？好的。好，开门，关机。好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算解决问题了。要是躲进去了，那万一贼跑了呢？我得做点什么。行了，我得赶紧走了，赶紧走，不能让他看见我。这个
贼咋还穿着物业的衣服呢？难道是先偷的物业再来我们这儿的？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，赵刚子，黄小黄，刚才这致命一击是你一个人完成的？我的妈，这下手也太狠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不是飞机刚落地吗？啊，我现在不是在地上吗？你从哪儿落下来的呀？从那儿啊？那你能告诉我大美家是几号航站楼吗？不是，赵刚子，你什么情况啊？啊，你吓唬我就算了，让我进屋就算了，你还让我进屋找床棉被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，你这是灭口的节奏啊？你到底想干啥？黄小黄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说谎了。那这样，你把棍子放下，好吧？你听我给你解释，我给你解释完了，你不能生气，好不好，小黄？你说是这样，那个今天一点钟吧，那个大美啊，让我给她送一个空气加湿器。你等会儿，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你这天上地下撒这么大个谎，就是为了给他家先干活，把我家活往后退呗？不是把你家活往后退，给他一点钟干，完了给你家那个呢是三点钟干。啊，他家的时间是时间，我家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呗？怎么的，赵刚子，大美美呗？啊，大腿比我长呗，在你心里比我重要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赵刚子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是有妇之夫。不是我每，不是我每次来了，你们就说我有妇之夫，干什么呀？这是老给我挖这坑，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有妇之夫是有妇之夫，送这个加湿器是加湿器，跟有妇之夫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了？人家没人你都进去了，你还想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叫没我进？我有他家钥匙。哎呦喂，这是随便进出的节奏啊！赵刚子，这事你说不清了。我有什么说不清的？我人证不怕影子斜，我说不清。哎呦，那这样我去找一个权威人士来评评理。你找谁我都不怕。大米粒儿，你回来。你别找他啊，你找他就不是评理的，就把我评了。把钥匙给我。这个去。行行行，黄小黄，我算让你给我抓着小辫子。那你说这事怎么评吧？你现在呢，就去把我的梳妆台搬来，这事就算平了。不是说好了吗？三点钟人家送货，我到哪儿搬去啊？现在？那三点钟之前，我家就不能有点别的事儿吗？那你家也没别的事儿啊？那我家我，你给我把灯泡换了。一个灯泡你自己换了不就完了吗？那么高，我够得着吗？那行，我先把他这活干了，我再给你换灯泡，好吧？不行，必须给我先干。行。哎呀，我算服了你们两个了。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，怎么我这么贵重的加湿器怎么放这儿了？这赵刚子怎么干的活啊？给我放门口，这门还开着。赵刚子，我说赵刚子，人呢？人呢？黄小花，你也太过分了。咋的？你说这么个灯泡你就换不了吗？我不够不着吗？台灯你够不着啊？你哪有你这样的呀？你说你真是没事。干啥？刚子哥，干啥呀？你怎么，你给我干点活就那么不乐意吗？我没有。咱俩关系是不是好？谢谢。好。是不是比大美姐好？哎呀，好，比她好。那是不可能的。爷哈爷，大美姐回来了。啊，你在家呢？啊，赵刚子。哎，你忙啥呢？我给他家刚才换了个灯泡去。哦，就是给我家这活干了一半，然后去给他家换灯泡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赵刚子，这事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我家灯泡啥时候不能换呢？你赶紧给大美姐把这个加湿器搬回去，怎么能活干一半呢？真是太不负责任了啊！哎，意犹未尽呢。要不你再进去再聊十块钱的。来来来，请上演。什么情况？我这么贵重的加湿器交给你，让你送，放在这儿了，然后门还开着。那我家东西要丢了，我是让你赔呢，还是不让你赔呢？对不起。
我说怎么这么奇怪，我现在全明白了，我求你办事从来没这么痛快过啊！原来是想假借给我送加湿器，实际上是要帮人家换灯泡。没有，我就给他换了个灯泡。对，我发现我来早了，我成灯泡了。哎呀，赵刚子，你怎么回事？他比我白呗，他比我甜呗，他傻白甜呗。赵刚子，我告诉你，我再次严重的警告你一次，你是有妇之夫。对，我跟你说啊，金大美，我每次来你们这儿，我就掉进有妇之夫这坑里边。怎么的？今天我非得把这坑填平了不可。哎，你还来劲了哈！你要这种态度对待业主说话，我告诉你，我还真得找个人来评评理。你找谁评理我也不帮。我给大米粒打电话。你把电话关了。行，今儿这事咱得说清楚。黄小华，黄小华，黄小华，你出来。咋的了，刚子哥？我跟你说呀，黄小华。哎，大米姐，这怎么还没搬进去呢？没事，不要紧。你还有什么活让他干吗？让他先帮你干。哎呀，没事。哎，你今天是不是去逛街了？啊，我上新买的衣服，好好看。下次你逛街带我一个呗。哎，你我的妈呀！哎，停停停，我停上眼光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哎，我说你俩也太能演戏了吧？啊，你俩这表演也太好了吧？你俩要不当演员的话，是演艺界一大损失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你俩在一起和不在一起差别怎么这么大呢？大吗？大吗？一直这样啊？行，咱今天把事儿就说清楚，好不好？今天你们俩人都找我干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不是义务帮助你们干活？啊，那我干活怎么还干出错来了呢？啊？啊？对了，今天是你先说的，对不对？你让我说帮你抬这个加湿器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他没撒谎。是这样的，就是我最近皮肤吧就特别干，刚子对我特别好，他就送了我个加湿器。哎，等会儿啊。不是啊，你听清楚，我不是送了你个加湿器，我是来给你送个加湿器。是啊，你送了个我加湿器啊。你我不是送了你个加湿器，我是来给你送个加湿器。是不是你送的？是啊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不，你先过去再说。你啊，你3点钟对吧，让我抬那个梳妆台，说让我把梳妆台送过来。对对对，那个我俩关系不是好吗？他知道我爱美，就送了我个梳妆台。不是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啊，别瞎说，不是我送你个梳妆台，我是给你送了个梳妆台。是你送了我个梳妆台。不是我送了个梳妆台，我是送给你个梳妆台。谢谢。你咋的了？你咋了？啊？没事，别理我，让我自己哭一会儿。让我俩回避。我跟你二位大侠，我跟你俩商量个事儿，行吗？你说。不是，咱以后有啥事儿，咱能不能换个别人？咱不能可着一个人折腾。这不折腾你折腾谁呀？是吧？你再说这种不要钱的事儿，你不折腾你人谁来呀？再说了，你说物业本身就是服务业主的，是吧？对。那我们不也服务你们吗？你们最近弄那个什么优秀评选？对，评选，咱是不是打分了？打了。对呀，打分了。黄小华，咱得说啊，我给你俩干活，我不是为了让你俩给我打什么分，对不对？而且就你俩这个性格，你也打不了什么分，给我这分打不高。你猜对了。对，我给你打的是最低分。我也打最低分。对，去掉俩最低分，去掉最高分，然后你就不及格。对，别不及格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不及格也没关系，我问心无愧，对吧？我该怎么做怎么做。哎，田经理，啊，我在哪儿呢？我在俩奇葩家呢。啊？这回物业打分，我分最高。不能啊，我已经有俩最低分了，我应该不及格呀。啊？有两个社区最美女青年给我打的是满分，一个是大美，一个是黄小华。怎么的？是不是有点小内疚啊？是不是有点小感动啊？我说实话啊，就今天你俩这个事儿，就对我也是一个教育。这看人吧，不能光看外表，得看他的内在。啥意思？我俩长得磕碜呗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俩内在美。那就是外表还是磕碜呗？哎呀，不是，二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开这玩笑又给他紧张坏了。他就不能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他老当真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哎，打住，二位，我服你俩了。这样，咱说吧，反正这点活先给谁干？那。都在这儿了，当然是给大美姐先干了。那行，说好了啊，给大美先干啊。哎，不，不用，你还是先给小黄送梳妆台。啊，行。哎，给大美干，给小黄干，给大美干，给小黄干，给大美干。哎呀，停，
就你们跟我说清楚，到底先给谁干？那你自己看着干，自己看着干。自己看着干，这是不是又给我挖了个坑啊？我跟你们说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说我到底先给谁干？我告诉你们，女人的心是海底的针，不好捞啊！我现在我得找一个人帮助我，这人指定能帮我。喂，大米，你现在干啥呢？太好了，你现在马上叫上大琴子等一干闲散人员，到小区门口给我抬一个梳妆台，抬到黄小黄家，我在这儿死等你，听明白没？好的，一会儿我媳妇来了以后，把东西同时送给他们两家，我看他俩还说啥。就我这个应变能力，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。